我要想问一下杨迪同学啊，问我怎么了？因为他是你们美食联盟的成员，一会儿和广智要比拼，你要不要率先上来先帮小童助助兴？哎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，范丞丞也去吧？哎，我不去了。 你不去是吗？对，我先看看合同里写了你不上吗？走吧，看看是什么事儿。你看范丞丞这手脚多适合跳舞。那这样，我跟范丞丞就跳范丞丞最擅长的舞蹈，好，丑舞。丑舞，一二三，走。用过的包袱又上节目又用一遍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有新人加入，我们让小童学一下吧。一二三，走。迪哥的这个头啊，感觉是 P 上去的，我感觉他筋骨是不是有点太活络了？像甲鱼。迪哥，迪哥像脚崴了一样。晨晨，我看一下，晨晨扭得很不错。还是可以。晨晨加油，你再学一下，再回过头看一下迪哥。状态来，状态来，状态来，状态到了。谢谢杨迪和程程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，为小童助力。我离你那么远，我都看到你的眼睛那个左右看，那个还是有眼神哈，非常有。你别说，你真的有拉丁人的那种精神在里面。这哪有拉丁的精神？他那惊悚啊，那是。四川喜欢吃凉面，各种凉面、冰粉啊，这种东西。冰粉好吃。两位提案人的创意当中，只能有一个人的美食创意被选择并且制作成功。要么就是吃三样，要么就吃一样，是这意思吗？几位老师？哇，杨迪，你反应超快呀！是不是这意思？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这个就纠结了哈。这有什么可纠结？有喝的，又有面。那个是什么？我都有点没吃出来。那是葱是吧？上面是豆芽儿。哦，上面是豆芽儿。对。你们有没有人能够稍微留下一口，让我也咂吧咂吧？哎，你不早说，我都吃完了。你已经吃完了吗，程程？一，他就是一口，他留不下任何一口。反正现在吃了一道菜，这道菜是在我心目中排第一。毕竟今天目前为止只吃了这一道菜。面煮得非常好，就靠那个汁儿提味，它里面那个淡淡的香气一下传出来哈，嗯，主要汁儿里面它有葱油搅拌其中，然后就一下子让面的香气又上了一个台阶，特别好吃。第一次有吃主食吃开胃了，确实是，对不对？爽口，对，爽口了。碗里只剩一片荷花叶子，好想把这个荷花叶蘸着这个汁儿炫下去了。哎，它是不是加了气碳酸的？对，而且甜甜的。碳酸饮料哈，可能外地人不知道，四川的泡菜的水是非常金贵的一个东西，尤其是家里会做泡菜的那家人，真的很了不起。像我们家，我妈妈那个手是泡不出好泡菜的，一泡就生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到我二妈家里面要他们的泡菜水，再到我们家来泡，所以她能把它做成饮品的样子，我觉得非常难得。先喝热的冬瓜汤。哇，哇塞，谢谢。看一下有什么玄机在里面。是冬瓜，哦，冬瓜切成花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切成很像那个菊花的拖把头。菊花的拖把的头。人家郭大说菊花，到你这变拖把头了，能不能美感一点？菊花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汤是你明明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吃干净了，但是你每喝一口，感觉那些食材还在你的嘴巴里面，因为它每一口都非常丰富。种下凉面，它搭配那个青豆汁的这种酱汁的做法好像是第一次，所以男生会有一样的压力吗？程程，
也有，就比如说拍戏的时候，比如说要瘦啊，要胖啊这种，对，但是其实还好。我们的压力应该就来自于范丞丞突然给你打视频。为什么？感觉他随时随地，反正就是空了可以跟朋友聊聊天，就可以排解一下自己的压力，压力给到对方。就有的时候他不管别人在干嘛，一个视频就来了。有的时候大家看到这样的通话，压力还是有点紧张。而且不论我在干什么，只要别人在给我打视频，我一般都接。就是哪怕我在上厕所的时候，别人朋友给我打视频，我也接。他上次给我打过来，他吓惨了，因为我正在猜歌，可不可怕？我私生活还在猜歌，没节目的时候自己弄节目。请问是这里需要上课吗？老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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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就是你们的直播老师。几位 lucky boy 太幸运了，找到了一个流量密码。幸运，幸运，幸运，幸运。冷静，冷静。吓我一跳，为什么蹲下？哎呀，平时我们干活累了就蹲下了，习惯了。行行行，随便随便。废话不多说，我马上开始上课。那说一下吧，接下来要带的是什么产品？小麦，那是我们自己种的。对，我们自己地里种出来的小麦哈。对，这样，那说说看，怎么样才把这个小麦的销量给提上去？我觉得吧，老师，如果这个小麦想要卖得好，最主要要考虑到它的一个抗病性，还有一个防倒伏的能力。你像这些病有这么多，比如说这个条锈病、白粉病、叶枯病，这些病对小麦来说都是很致命的原因啊。你回去吧，你都说的这些病我都听不太懂。你们想要这个小麦卖得多，你讲那么多这个病那个病，观众都是听不懂的。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饥饿营销。饥饿营销。我们好像有120亩小麦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好，知道了。直播间的宝宝们，今天我们直播间只有12斤的小麦，是，所以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间了。只有12斤，准备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宝宝们，手速太快了，什么？很多宝宝都没有抢到。哎，大哥，不行不行，我们今天销量不够，只有12斤。这样，我有一个大哥有门路，我打个电话给这个大哥。大哥，您这个老师靠谱吗？喂，大哥，今天直播间我们只有12斤，你那边有门路是不是？我的大哥特批了120亩的小麦。120亩，真的假的？直播间的宝宝们有福了，今天有特批的120亩。老师，来准备。老师，你说，我觉得您这还是太夸张了。夸张吗？这个叫饥饿营销。怎么会相信？我他们不会相信的。那这样，老师比较激烈的方式，你们肯定没办法接受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可以温和一点的，温和一点，给这个小麦编一个故事。编一个故事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我们这一批小麦是在一个风和日丽、阳光明媚的下午给播种下去的。收割的那天，我拿着一把镰刀，以45度黄金角度进行切割。哎，大哥，这批产下来的小麦，它吃到嘴里，它致失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老师老师，你说，我听出来了，你这是从头到尾没一句实话呀？行，不是他去咋的？这能行吗？不能行，这肯定不能行。不是，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就真诚的把我们自己所种的、所做的这些东西，把它卖出去就好了。是，看，比如说，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说，我们就应该种出比未来更好的小麦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含量更高，哎，它的籽粒质硬，面筋度更强，哎，延伸性又好，这样我们的单品才能卖出高价。是的，大哥说的对啊，大哥说的对，嘿，大哥说的对，嘿，大哥说的对。你们要这样的话，我就不教了，好不好？冥顽不灵，你们自己卖吧，我走了。也是，不是，我们考试你别走，学费等一下，老师给钱，学费要交，不要掉。谢谢谢谢，杨迪老师，没事没事，谢谢迪哥。刚刚不是我在这儿一直在看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那我们谢谢一下刚刚教我们有一些不太妥的直播方式的老师。我直播的时候不那样啊，先给大家说一下。王大厨。哎，我来帮忙喽！帮忙啊，好，帮忙哈！欢迎你，欢迎你！你看我啊，拿了个百宝袋过来，装的什么百宝袋啊？装的就是我们四川很多精华的部分，比如说哇，川菜之魂，郫县豆瓣，哦，听说很好吃，郫县豆瓣啊，用不用得到？今天郫县豆瓣，我们等一会儿可能下饭用吧。下饭用啊？你今天毛血旺不用郫县豆瓣？你看我是清一色的嘛，哦，红的不能用啊，没有红的啊。下次用，下次用。对对对，下次用。哇，那我还带了很多辣椒啊，红辣椒。又是红的啊。
哦豁，你看，全是清一色，辛辛苦苦从四川背过来，全部白带，白带，下一次用，下一次用。那我在这边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？可以啊，你帮我切一下海椒。好好好，会切了啊，切的不好，但是勉强一切。啊、哇，哇，那样切啊？你能不能把那个手搞起来？是不是应该这样子？对呀、啊，这样就对了嘛。这个刀太远了，这个刀，对啊。王大厨，你这会儿没有这下可以，你没有别的事情哈、啊？现在有啊，我看你切菜啊。行，我看你切菜，还是讲四川话巴适。主要是我们这个节目吧，啊，是卫视的节目，哦，但是你可以讲四川话，到时候做后期的时候找四川人来听一下。哦，那只有找你了。我可以过来听一下。好，因为王大厨太地道的四川人，你刚刚讲那个四川话的时候嘛，说实话。比我妈妈讲的还幽默一点。可以可以，我看你的刀工还可以。我在家里也喜欢做饭。哦，在家里面也喜欢做饭。对对对。那我今天教你炒毛血旺的料。可以。你看，现在来讲，全部是食材就有20多种。嗯。其他的黄耳、血、牛肉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整。直接开始做，我们要加稻米油。先下姜蒜，把它炒香，加入洋葱、青花椒、小的青椒、2斤条。现在我们把芹菜、香菜加上，慢慢炒，慢慢炒，至少这要炒40分钟。这个菜我可太期待了，毛血旺，好香啊！我老天爷，好香啊！啊，太香了哇！第一次吃毛血旺，吃出了那种清爽的感觉。这个锅已经被我们吃成海底捞了。海底捞。哎，兄弟们，抱吧。还没咬到。没咬到。没咬开。不是，有点紧张。别怕，别怕，你要把它咬破。哎，别咬破！哎，你这咬破了。这孩儿太实诚了，范丞丞整个在嘴里爆了。丞丞，你别烫到喉咙哦。哎呀，用筷子轻轻戳个眼儿就行了，很简单。有没有人体验到那个爆汁的快乐？我很小心，吃的很小心。好像整个台上只有你一个人体验到。哎。它的汁儿特别丰富，最后只剩一点底的时候，它都还有很多汁儿，肯定是清一色毛血旺。因为作为四川人来说，吃了那么多毛血旺，第一次吃到清爽版本的毛血旺，哎，尤其是配的那些泡菜泡的那个桃搭配的非常契合。